动手！五福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向你报仇。带走。五福价值连城，你一定要找回来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
这个人是谁啊？楚哥，楚汉安保公司的金牌女保镖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对对，我马上就到。行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楚哥，我是这次货物交接的队长。你好，我叫李想。楚哥，你的资料我看过，98次护卫015，还获得过全国的武术冠军，接受过正规的特种训练。你在楚汉安保算是最出色的一个，好样的。这次的任务比较特殊，你可以好好干。各位，今天的客户比较奇怪，临时要求更换保镖公司，客户指明要求由楚汉安保的楚哥来保护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把人交给楚哥。好的，收到。大家动作快点，货马上到了。楚哥，你跟我来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义父。哎，算起来你离开一阵子了，怎么样？还做噩梦吗？还好，谢谢义父。过来吧，沈先生。这什么地方？你已经见到了要保护你的人。他怎么了？他还在生气。生气？啊，他信不过我们，要保持距离。他做什么的？他叫沈鑫。28岁，金米科技是一家做金融产品的公司，也是他之前工作过的公司。他说掌握到金米科技非法交易的秘密，担心有人会对他不利，所以指明要求你来保护他16个小时，之后你的任务就结束了。走吧，我自己会走。楚哥，就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高大威猛的人物。3A 级护卫015，您大可放心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太早。听说你还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冠军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一个很会开车的保镖。我并不是只会开车，我喜欢保镖这个职业，也许它就是我的使命。说得好听啊，这就是我的成绩。老板，电话。喂。啊，东西刚到。他找了一个名叫楚哥的人保护。这个叫楚哥的人背景很深，你派人去，一定要在16小时之内抓住他。不能让他破解密码。如果破解了，
你知道的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有好日子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你们去做吧，带上秘密武器。是。我了解过你，你念过外国名校，说明你家境比较优越。上学的时候呢，经常惹是生非，还好你家底丰厚，你爸用钱帮你消灾。这次遇上马子，你发现你爸也帮不了你，而你自以为是个计算机高手，其实就是个菜鸟。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我就是个开车的。够了，你调查我。看来这个楚哥有点来头，你帮我去调查一下。为什么？她不就是个女的吗？保镖千千万，偏偏找一个女保镖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人是个高手。或许这背后……一会儿打起来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你是谁？我是九妹。我的目标是楚哥。我的目标是
楚歌。什么？没事吧？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紧撤离。你在干嘛？做最坏的打算。你要加紧时间破解，16小时很快就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老板，那个叫楚歌的女保镖就是陈十一的师妹。这不可能。她那个时候被楚汉安保公司收养。楚汉，难以置信。就算我们得到密码狗，它的存在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威胁，好看着它。那我们要不要把它给杀了？你疯了吗？这样谋杀它，你也活不了。正确的方法都用于你的脑子。小乔，为什么撤职？咱们请了你的楚哥做保镖，事情有点复杂。看来你们的人都不太行啊。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16小时以后。我会说服楚哥解除保镖订单，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如果楚哥自行续保怎么办？又或者沈星破解了密码又怎么办？这个订单
16小时到期，不再续约。是。至于沈星，我了解过。16小时，他应该破解不了密码。不过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楚兄飞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是最讲信用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16个小时已经到了，保护任务已完成，我带您离开这里。任务比预计的要复杂，我需要续保。公司已经拒绝了您这个保单。哪有人跟钱过不去的？别着急，我给钱。不好意思，沈先生，我们安保公司的命令就是军令。经理说了不让续约，就必须得执行的。走吧。别走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一直觉得你们有问题，哪有保镖不让续约的？把刀放下，是你自己要求的16个小时的保护。本来跟我没有关系，是陈世仪找的我，密码狗也是他给的我。陈世仪，你现在不保护我，就让我去送死。放轻松，有话好好说。陈十一，你害死我了。陈十一，给我匿名电话的人难道是他？师父，师父，十一。十一是你师姐，你一定要找回来。师父，师父，我可以继续保护你，你必须带我找到陈十一。现在请你相信我。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保护沈星？女儿，保镖公司香火的延续是你我共同的理想和使命，有些订单是不能碰的，你要清楚。义父，你从小就教导我们，做保镖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挣钱。你的能力很强，但是现在我才是这个公司的主宰，我下的指令你们必须执行。随您怎么说，沈星，我是要继续保护的。楚哥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
师姐，对不住了。师弟没事吧？够了！义父，你到底在为谁做事？楚哥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沈星你们自己处理。为什么不把沈星带过来？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喂，你在哪儿？你在柳金威没有吗？好像有人跟踪我，你快点来。知道了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们大宝，别过来了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干净吗？哎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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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楚哥，快救我！放了。黑子，让你帮我找的人在哪儿？
你有什么计划？去找帮你破解密码的人。然后呢？正在考虑下一步。他们一直在追杀我，你明确的告诉我，能不能保护我？他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找你，说明你捏着他们确凿的证据。看来他们一定要抓到你，才肯罢休。我可以扳倒他们。你有什么把柄？几年前，金米科技旗下的金融公司破产，其中有人动了手脚，他们利用比特币的漏洞，洗劫了很多钱。那为什么不报警？已经抓了一批人了，但是还是有人利用他们的小聪明给逃脱了。金米科技的合作和他的秘书许明珠暗中操作，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后来被陈世一识破，前额证据都在秘书。要是能找到师姐，保护你的这条任务就不值了。有尾巴，小心点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找？帮我们破解密码。我凭什么帮你们？既然黑子欠你们人情，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破解密码。你跟我走。干嘛？不帮你破解密码？就你啊？我不需要你帮忙，给我时间，我自己能破解。走了。大哥，哎，小妞，大爷叫你呢，没听到吗？看什么看？过来陪老子喝一杯啊！我操！你别怕了，什么情况？刚来就走？饭店不安全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不安全？那行吧。
给我密码朵。你倒快点。我看他不行，还是我来破解吧。搞定。怎么了？搞不定了？我就说吧。他搞不定了，密码狗已经被我破解了，但是它带有定位功能，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被暴露了。密码狗已经被破解了，这里交给我。你们俩赶紧离开。几位大哥，你们惹谁啊？爸，这是私人住所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报警了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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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回上去，不回上去，不回上去啊！啊，你们不回上去，不回上去啊！东西，走。没错，你就是楚哥。是我。抓到沈星了，今天算你走运。走，走。
把钱全部转出来。密码锁被破解过，数据被人破坏了，能不能进入系统？应该可以。这是什么？系统程序被修改过，应该是中毒了。我的钱，我的钱呢？修改系统的人乐林应该有备份。楚歌，楚歌，你伤得很严重，喝点药对你有好处。谢谢你，你也没事吧？我还好。我修改了一份密码，并且拷贝了一份密码稿，你收好。那你有办法追踪到他们的定位吗？放心，真正的密码稿在你。你先放着是你真有本事破解了密码稿还把它换了。告诉我东西在哪。何同学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报应？吃里扒外，你们俩何某偷走我的密码狗，偷走我的钱，居然还这么正气凛然。这是我根据密码狗的定位提供的地址和我修改后的密码。你收好。这里很安全，你可以安心养伤。他们骗了太多的钱，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证据，这一次一定要办到他们。放心，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。等我抓住了那个小逆者，再来一起收拾你。十五年前究竟是为什么？记得，你师父是自己病死的。我们找到他了。喂，我们得谈谈。我听着。你把密码狗送过来，咱们一切都好说。我必须确保沈星和陈十一的安全。这样吧，楚哥，你把密码狗送过来，我给你500万，同时放了你师姐和沈星，怎么样？你必须放了他们两个，否则别想拿到密码狗。楚哥呀，你当保镖不也是为了挣钱吗？你不要这么固执，你有这么多钱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确保他们俩的安全。你是聪明人，我造型耍花样，
不然替他们收尸吧。陈家拳是有名的中国传统功夫，我们是保镖世家，我们流淌着护卫的血液，我相信你们会变得很强，去保护一些人或者重要的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拳有力，掌有风，看到这套拳法你们就知道是师出同门。陈师爷，不对，九妹，说话呀，说呀！他们骗你的，不要来！不要来！混蛋！不要来啊！我会来救你的。真笨。不管他有没有交出，都会死。你也是陈诗怡，你应该亲眼目睹你的师妹被打死。带走。你来了，楚哥。你们放了陈十一和沈星，他很好，我们训练了他15年。密码狗在哪里？在我。但是我要看到陈十一和沈星。你在说笑？你还不认输吗？你太天真了。陈师爷啊，不枉我多年对你的栽培，你们这群废物还不快滚！
这又是何故？这一刀下去，就让你师妹乖乖的把密码口拿过来。何超群，我早就看不惯你了，简直坏事做尽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楚哥来了，陈世一，告诉你，当年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废话少说，让楚哥密码狗拿过来，放你，休想，何超群！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住手！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先收拾了你！别动了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还是无辜的。楚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到底在为谁卖命？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放过你。你忘了保镖的使命了吗？笑话，使命能当饭吃吗？你有什么理由？听你的。你要是杀了他，密码狗就永远别想拿到了。一群废物！看好他们！
都怪你！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落到这个下场。你们老板呢？刚才三个警。刘翔，什么情况？他人呢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还认得我吗？师妹，我没事儿。Yeah.
陈师姐们，终于团聚了。是你毁了我们的人生，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给我，那是属于我的。陈家群呢？快点使出来！师妹，沈师爷，你又能杀我？我压抑恨你15年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何朝君，你害死了我们的师父，我要杀了你！还是交给警察吧，让法律制裁他。陈家拳是有名的中国传统功夫，我们是保镖世家，我们流淌着护卫的血液，我相信你们会变得很强，去保护一些人或者重要的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拳有力，掌有风。看到这套拳法，
你们就知道是师出同门。Thank you.